以斯帖记，这是圣经中既振奋人心又让人好奇的一卷书。故事发生在以色列人被流放到巴比伦之后的100年左右。当时有一些犹大人像以斯拉和尼西米回到了耶路撒冷，但还是有很多人没有回去。以斯帖记讲的就是住在书山城里的犹太人的故事。书山城是古代波斯帝国的首都，故事包括犹太人莫迪改和他的侄女以斯帖，还有其他人物，比如只顾喝酒没有志气的波斯王，或者奸诈凶狠的波斯大臣哈曼。这卷书最特别的地方是书里自始至终没提过神的名字，这可能会让你感到奇怪，圣经不是讲述神的书吗？然而这位匿名作者的写作手段非常高明，他请读者在阅读中自己寻找神的作为。其实整卷书处处都能看到神的作为，故事中到处都是不可思议的巧合跟带有讽刺意味的逆转，这让人不由得想到在幕后有一位神。好了，我们现在就一起来看看。本书开头两章讲述波斯王举办了两场盛大的酒宴，整整持续了187天。波斯王的目的很虚荣，就是为了炫耀他的伟大和国力昌盛。宴会最后一天，波斯王喝得醉醺醺的，下令让皇后瓦什提前来赴宴，好在众人面前炫耀他的美貌。结果瓦什提不肯来，波斯王在酒醉中一气之下废掉了王后，还下了一道荒唐的命令，要求所有的波斯男人都要在家中做主。之后他办了一场选美大赛，为要找到一位新皇后。这听起来很像一部糟糕的肥皂剧。正在此时，以斯帖和莫迪改出场了。以斯帖隐瞒了犹大人的身份，并且赢得了选美大赛。波斯王被以斯帖深深的迷住，封他为波斯王后。不久发生了一件更为奇妙的事儿，莫迪改碰巧听到两名侍卫的阴谋要暗杀波斯王，莫迪改通知了以斯帖，以斯帖告诉了波斯王，莫迪改因救了波斯王的性命赢得了王的信任。表面上以斯帖记从开始就没提神，但发生的所有事儿好像都是出于天意。那么神到底要做什么呢？作者接下来开始介绍哈曼。哈曼不是波斯人，是雅加人。雅加人是古代迦南人的后代，这记在萨姆尔记上15章。国王提拔哈曼做当朝宰相，要求所有人在哈曼面前都要下跪，只有莫迪改不肯照着做，这让哈曼很生气。哈曼发现莫迪改是犹大人，他成功的说服波斯王下令杀死所有的犹大人，并且定下了毁灭犹大民族的日期。哈曼掷骰子，在希伯来语中骰子被叫做普尔。11个月之后，也就是亚达月，所有的犹大人都要被消灭。接着哈曼和王摆设酒宴，一起庆祝这个极其残忍的决定。随后故事的重点再次转向莫迪改和以斯帖，他们是犹太人的唯一希望了。他们筹划着让以斯帖去向波斯王透露自己的犹太人身份，并且请求王收回自己的命令。可问题是，按照当时的法律规定，没有波斯王亲自下令，任何人都不能到王的面前，否则就是死罪。这个时候莫迪改说了一句关键的话，他确信即使以斯帖不肯出头说话，犹大人也必从别处得解脱蒙拯救。莫迪改还大声地宣告，也许你当上王后就是为了今天这个时刻。于是以斯帖下定决心去见王，他说了一句很精彩的话，我若死就死吧。故事继续发展，我们看到非常讽刺的是，哈曼所有的罪行开始被翻转了。以斯帖邀请王和哈曼出席他办的宴会，在酒宴上他说自己有两个特别的请求，将在第二天的宴会中透露。哈曼醉醺醺的离开后，在街头看到莫迪改，哈曼勃然大怒，下令竖起一个木架，准备第二天早晨把莫迪改挂在上面。这个时候莫迪改和犹太人的悲惨命运好像已成定局。可是忽然之间故事出现了逆转。当天晚上波斯王恰好睡不着觉，他叫人念王室历史做睡前阅读，恰好听到莫迪改曾救他脱离暗杀阴谋的记录，他早已把这件事忘得一干二净。第二天哈曼前来禀报想杀莫迪改，波斯王却命令哈曼为莫迪改救驾之事公开向他致敬，
这下子哈曼不得不预备好王室的马匹，带着莫迪改在城中巡游，让百姓都称赞他。这一刻就是整卷书的转折点，哈曼开始被降卑，而莫迪改开始被高抬。好，我们继续向下看。第二天，以斯帖又办了一次宴席，王和哈曼都到了。以斯帖先向王透露了自己的犹大人身份，然后透露了哈曼设计要谋害他，谋害曾救了波斯王性命的莫迪改和所有的犹大人。波斯王这时也喝多了，听到这件事儿大发雷霆。这卷书里有好多人醉酒后怒气冲天，他命人把哈曼挂在为莫迪改竖起的木架子上，哈曼就这样死了，死得既讽刺又恐怖。但是哈曼被处死也不能改变波斯王先前毁灭犹太人的命令。以斯帖和莫迪改开始筹划怎么能收回王的命令，但王的旨意一旦发布就无法收回了，所以王授权莫迪改下一个反命令。亚达月十三日本来是犹大人被杀害的日子，他们事先得到命令可以自卫和击杀所有谋害他们的人，于是莫迪改、以斯帖和各处的犹大人举行盛宴庆贺王的新命令。波斯王抬举莫迪改，让他坐在自己的旁边。最后到了执行圣旨的日子，犹大人就胜了仇敌，先是摧毁了哈曼一家，还有参与哈曼计划的其他大臣。第二天，犹大人获准除灭全国境内所有设计谋害他们的人，犹大人快乐地庆祝，因为他们终于躲过了种族灭绝的危机，得到了拯救。接下来故事讲到以斯帖和莫迪改下令每年设立两天为普尔日，用来庆贺犹大人在毁灭中得拯救。普尔日这个名字源于希伯来文普尔，就是前面提到过的骰子。故事讲到最后，莫迪改被提拔为宰相，以斯帖记中说他地位显赫，大有荣耀，犹大人在流亡中兴旺发达。我们不妨关注一下整个事件的设计过程，这篇故事充满了不少讽刺性的逆转时刻，故事的设计就是用情节逆转构成的，连细节都是这样。比如一，波斯王的荣华盛宴及命令和莫迪改的荣华盛宴及命令形成对比。二，以斯帖和莫迪改先是拯救了波斯王，最后又拯救了所有的犹大人。三，哈曼被提升为宰相，他下令并设宴，这一幕到莫迪改被提升下令并设宴时就被逆转了。四，以斯帖和莫迪改两次策划拯救计划的场景。五，以斯帖两次设宴构成了整个故事中最大的逆转结构。六，哈曼被降卑，莫迪改被高升，嚯，堪称完美。以斯帖记中还有一个让人称奇的特点，就是人物在道德上的模棱两可，有不少情节在讲喝酒、怒气、性和谋杀，而莫迪改和以斯帖都参与其中，更别提这当中还有不少违背律法的事儿，比如嫁给外邦人、吃不洁净的食物等等。所以作者似乎并没有把莫迪改和以斯帖当作模范，也不认同他们所有的行为，然而身处极度糟糕的情况下，他们却又是信靠和盼望的榜样。以斯帖记让我们想到以下的问题，为什么全篇没有提神？整卷书的信息似乎是这样的，当神的百姓身在流亡中，不再遵守律法的时候，当神似乎不再与他们同在的时候，这是否意味着神已经弃绝了以色列百姓呢？神放弃了自己的许诺了吗？以斯帖记的答案是神没有。本书邀请我们来看，在历史上即便面临混乱的局面，人们的道德立场含糊不明的时候，神仍然在做事，他会使用不完美的百姓的信心来成就他自己的旨意。因此以斯帖记叫我们在看不见神做事的日子里，仍然要信靠神的供应，无论面临多么糟糕的情况，要相信一个事实，那就是神要赎回属于他的美好世界。这就是以斯帖记的经义。